美综合报道，国光女神许巍啊外形甜美，身材火辣，照片时常遭无良厂商盗用，有次分身账号卖起菜刀，没想到连自己的爸妈都受骗，还差点掀起家庭革命。许巍啊坐拥30期末粉丝，他向苹果透露饱受假账号所扰，除了照片遭到用约宝吃发局，还有个脸书假账号竟存在超过一年，无论自己贴出任何图文，对方马上就会跟进，甚至还卖起各式产品，不惜花钱向脸书下广告，推测应借此赚了不少钱。有次假账号卖起菜刀，许巍啊身旁亲友争相购买，就连爸妈也受骗，爸妈还问我和许代言菜刀怎么没告诉他们，差点就闹家庭革命。六日吴娜在脸书说，真的很令人生气，虽然检举都没有用，他不忘提醒大家千万别再受骗了。许巍啊反射自脸书，许巍啊反射自脸书，许巍啊反射自脸书。